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的消息显示，英国海军目前的两艘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日前在英国普茨茅斯港的基地内见面。据了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此前前往美国之行，为期3个月的部署，为了进行 F-35B 舰载机的起降训练，最终这艘航母在圣诞节前3周返回了母港，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普茨茅斯等待服役。有消息称，该航母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服役。目前，英国拥有一艘舰船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一艘同级别在舰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女王号已经在美国完成了舰机核训，接撞了部分 F-35B 战机，具备了初始作战能力。一旦两艘航母全部形成战斗力，将最多可搭载72架 F-35B 战机。英国航母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部使用隐形舰载攻击机的航母，所以完全可以认为英国的航母综合战斗力仅屈居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海空作战实力超过法国与俄罗斯。